本身它的含义就有带一种宣泄情感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是我觉得 Beyond 它的精华之处是在于它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，你可以从里边听到绝望，可以听到悲伤，也可以听到奋发向上，而且它的奋发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那一种，所以可以从它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共鸣。和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一样，我们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 Beyond， 他的歌陪伴了我们很多年。那么其实他从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们那段时间的岁月，所以我想有时候纪念他也是纪念我们自己的那段岁月。我终于被动的眼睛流泪和天际带悲愤，是我受尽真的最后伤痛是你痛。他是最传统的最真正能纪念 Beyond 的一种，因为 Beyond 就是一个乐队，以他的音乐来表达他的感情的，我们要通过重复他的歌，然后重新编排他的歌，然后再加以重新诠释，来表达我们对 Beyond 的理解，来表达我们对 Beyond 的敬重。